希望呢，上面这几位啊，你们就再练习中间呢，再能够呢，把这个动作呢，再能够往下沉一点啊，做的再能够动作再大、再开展，因为这个动作呢，稍微要往下沉一点，使动作往下沉啊，那么气也要往下沉，使得这个腿部的锻炼的要求呢，会更高一些，就这样呢，会对大家这个锻炼的这种效果呢，会更好一些啊，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啊，非常高兴，好，谢谢大家。